同学们，大家好。中医药博大精深，针灸学历久弥新。今天我给大家展现的是丰富多彩的针灸特色疗法。让我们首先回到几千年前的中医经典《黄帝内经》，《素问一法方一论》就对中医疗法进行了特殊的整体性呈现，记载了分布在神州大地上不同方域的中医五大疗法。来自东方的有砭石疗法，南方多用针刺，北方常用艾灸，西方多用中药，中央则多运用导引按桥。在《灵枢经》第一篇当中就以九针十二圆命名，提出了始于一，终于九的九针，介绍了针灸临床常用的九种不同种类、型号和规格的针具，并在《观针篇》中说：“九针之宜，各有所为，长短大小，各有所施也。不得其用，病弗能宜。”人类在认识自然和探索生命的过程中不断进步，中医针灸历经沧桑，焕发出更为巨大的生机，特色疗法林林总总，异彩纷呈，或针刺，或艾灸，或拔罐，或刮痧，或按摩，或刺血，医生的妙手好像穿针引线，又好像有千钧之力，让人感觉既简单又丰富，既平实又深刻。那么到底针灸有哪些特色疗法？下面就请随我慢慢步入针灸特色疗法的神奇殿堂。针灸学术带有创新，特色疗法到建国后日臻成熟，种类日益丰富，内涵不断充实，疗效更加显著，已经形成芬芳夺目的百花园。据不完全统计，独具特色的针灸疗法已逾数百项，目前国家颁布认可的针灸诊疗收费项目近百项，总结起来包括针刺类、艾灸类、放血拔罐类、砭石刮痧类以及其他特色类项目。首先我们来谈谈针刺类特色疗法，但针刺这一类内涵就非常的丰富，简言之包括耳熟能详的体针系统，以及基于全息理论形成的微针系统，选穴、手法、工具及理论体系成了疗法独特的重要因素。论选穴，有深刺法、透刺法，如风池、风府、睛明等穴，其部位独特，颇具特色。论手法，针灸有烧山火、透天梁、青龙摆尾、白虎摇头、赤凤迎圆、苍龟探穴、
等复式补泻手法，还有近代医家发明的热补、凉泻以及过眼热、穿颊热，都令人惊叹。再如近年来逐渐发展的耳针疗法、头针疗法、眼针疗法、鼻针疗法、腕踝针疗法以及腹针疗法，都让人惊叹智慧的神奇、疗效的伟大。耳针理论把耳朵看作是一个倒置的胚胎，可通过疾病的相应部位、中医理论、现代医学知识以及临床经验综合选穴。头针疗法则是在头部进行针刺，以治疗各种疾病的方法，临床常用于脑源性疾病，目前也形成了很多流派，有的是根据脏腑经络理论在头部选取相关经穴进行治疗，有的也是根据大脑皮质的功能定位在头部上划分出相应的刺激区进行针刺。特别有趣的是眼针疗法基于中医八卦理论，把眼睛分为五轮八廓，而腹针疗法则以人体腹部神阙及肚脐周围相关区域为调控系统，勾勒出美妙的神龟图。每一种特色疗法都理论完备，体系独具，疗效卓著，甚至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既有理论创新，又有实践发展。如果说针刺类特色疗法让人赏心悦目的话，那么艾灸类特色疗法更让人美不胜收。作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治疗形式，不仅能温通经脉、温阳散寒，在保健与康复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能提高免疫、破坚化征，在防癌抗癌方面展现了良好的前景。艾灸让我们对健康生活充满了信心。说到砭石与刮痧，大家早已耳熟能详，砭石者针灸之母也，是中医最早的疗法之一，但是从汉朝以后失传数千年，而刮痧则一直在民间传承不衰。刮痧是通过相应工具和介质直接作用于人体的皮部，以刮、点、按、拍、摩等方法疏通经络、调理气血、促进健康的方法，论其工具，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水牛角以其质光滑、性凉润，亦获取成为最常用的刮痧工具。临床也有用瓷片、铜钱或梳子等其他工具进行治疗，其理论体系日益完善，临床效用日益丰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随着砭石矿的重新挖掘，新砭石疗法重新登上了历史舞台，其系列工具应运而生，如砭板、砭梳、砭石经络镐等，形成了极富特色的砭术，已经在骨关节病、血液病、心脏病等方面
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疗效。针灸百花园，鲜花盛开，包括刺血、拔罐等方法也占据了一席之地。说到刺血，很多人会不寒而栗，其实《内经九针十二元》中就提到要观察络脉，视之独成，切之独坚，一定要刺络放血。早在《黄帝内经》就记载了半刺、毛刺、豹纹刺等刺血形式，而现在的刺血工具有三棱针、采血针、注射器、皮针等各类工具，就放血量而言也有多少之别，让人惊叹逐鱼通经的无穷魅力。至于拔罐，源于最早的绞法，通过火力或抽吸形成真空负压，将存积于体内的邪气充分地排出。时至今日，罐具日益丰富，有玻璃罐、瓷罐、竹罐、抽气罐等各种罐具，罐法也丰富多彩，坐罐、闪罐、走罐，排罐等等。很多时候刺血和拔罐要结合使用，能够更好地发挥协同作用。时代仍在不断进步，中医药从远古走来，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相信饱含民族智慧的针灸特色疗法一定会在全世界开花结果，传承创新。今天这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